世界级殿堂级。For me, symbolize a big passion. 最喜欢的点，和老师点都很喜欢。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内唱托斯卡，2002年我的第一个角色就是托斯卡，对我来说也是我职业生涯中非常标志性的一个角色。我能够把托斯卡100多场的这个理解带给中国观众，我也是非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我来说它是类似一个像话剧式的歌剧，演员在舞台上 有很多的内心的独白，每一句的唱词对于剧情的这个发展都有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最新消息也是可以跟大家说的，就福建大剧院也将加入托斯卡的行列，很多的剧院都在等待着我跟我们接洽。匈牙利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布达佩斯的大艺术宫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联合制作的这个合作伙伴，我们在巴黎的巴斯底鱼歌剧院，我们在英国的英皇歌剧院，所以我相信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